台面上面見到的就是海貝 player 的清倉大燉賣，都是陳列品來的。咁講聲唔好意思啦，喺你見到呢條片之前咧，其實我已經喺 Facebook 出咗 post 噶啦，而出咗 post 之後咧 ，R 六咧係已經賣曬噶啦，咁多部，咁呢啲就係一陣要寄俾人嘅。代理應承咗我，如果佢再揾到嘅話咧，會再俾我上架，可能星期一有一批少量幾隻咁樣樣，咁大家可以今日條 link 度戳戳佢，或者留意我 Facebook， 我會再講嘅。即係如果再翻貨，第一批就冇曬啦。咁另外，我覺得減得好震撼嘅就係 R 三啦 ，R 三咧係1698蚊減到去698蚊嘅，即係足足減咗1000蚊，即係前面嗰一字抹咗咁樣樣嘅。咁我見到佢俾我發貨嗰啲機咧，就都非常咁新淨嚇。咁七嚿水有部。R3 即係唔好話 R3 啊，有部 player 咁，其實佢嗰個聲底咧，我之前冇介紹過呢部機，但係其實佢嘅聲底同 R5 咧亦都係接近嘅，只不過唔係行 Android 咯，即係你當佢係好似 AP80 Pro 咁樣用啦嚇，有 2.5 有 3.5 啊，有得插卡，咁都有曬嗰啲計步器啊嗰啲嘢，即係你當佢一部插卡嘅 player 用就 OK 啊。七嚿水冇嘢好講噶啦，已經咁跟住 R5 咧，我亦都自己介紹過好多次啦，又拎過嚟拍賣啦，又拍個片啦。我覺得佢係一部迷你版嘅，叫唔叫迷你咧？細少少啊，細少少版本嘅 DX160， 因為佢哋用份 deck 係一樣嘅，個聲底係非常之接近。咁又中意佢嗰種偏厚暖嘅聲底啊，仲有 3.5 同 4.4 嘅輸出嘅話咧。佢亦都係減咗差唔多1000蚊嘅，咁所以喺呢個大特價底下咧，我覺得大家應該係不妨買多一部嚇，做後備機又好，或者屋企擺一部自己中意嘅，另外鋪頭啊，或者你工作嘅地方咧就擺多一部我嚟聽歌，就唔使拎嚟拎去，又或者甚至係攞嚟咧播呢個藍牙播歌啊等等，都非常之唔錯嘅。我自己就唔貪心啦。如果賣剩的我就自己會收回一兩部，但是我講得出來賣給大家的就大家高興了先。其實出貨之前每一部機我都會拿出來望一望的，我都發覺暫時我見到的所謂釘帽機都差不多接近全新的，即是譬如 R5 有張mon貼在這裡，後面那張保護貼都還未撕啦。咁 R3 呢啲全部啊，即系 R3、R5 呢啲全部都冇崩、冇花、冇古怪嘅。咁大家我覺得可以放心買，你收到咧就應該唔會失望嘅。R3 同 R5 就尚餘少量，咁 R6 咧就睇下星期一，如果再有一啲貨翻嚟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再 update 大家噶啦。